演员万茜今天下午在微博宣布产女喜讯，她大方晒出家人的视频，称杀青了，是个姑娘。视频里万茜与老公戴着婚戒的手交握，女儿誓言入镜。据悉，万茜九日下午在上海顺利产下一名2859克的女婴，母女平安。而万茜老公据爆料是圈外人，鲜少曝光，祝福这幸福的一家三口。吴尊的女儿内内不但活泼可爱，而且内心也非常善良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节目组安排爸爸带着孩子去做慈善，吴尊告诉内内说，昨天捕到的鱼卖了钱是用来做慈善，而内内回答的话被字幕组打的是，我们可以捐一些钱给他们啊。因为内内说的是英文，可能很多人没注意，但细心的网友听了一下，英文翻译过来应该是，那我们可以拿出10万美金来帮助他们。哎，你知道吗，内内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鱼我们卖了，我们是要去帮人做 charity， 知道吗？我们卖了那个钱，我们要拿去帮助人的。OK。We can take our $100,000 and give it to them。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钱来捐哦，也可以。可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那些人，好不好？嗯，所以你也要帮爸爸卖，好不好？来。10万美金也就是70万人民币左右。由此可见，吴尊的家境殷实，其实吴尊也经常做慈善，或许这就是真正的豪门吧。从日常的点滴小事教导孩子们，怪不得内内这么懂事。